虽然没能穿上披风，化身超人英雄，虽然你做一呼百诺，万人迷的总统，懵懵懂懂，碌碌庸庸，寻遍宇宙苍穹，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。我不在乎我的平凡辛苦，日子渺小重复，儿时做的梦褪色荒芜。我不孤独，再有你的旅途，我就心无旁骛，陪你看日出，在暮色中漫步，背着爱的包袱，走得义无反顾，管他谁笑我，执迷不悟。游艇上找好看。游艇啊，好，走。云姐呢？飞云姐。这样，哎，哥，你帮我背他好不好？好，我要背他。我们赶快把他送回去。哎，不行，不行，送回家。啊？万一被郑伯伯看到，他一定会更生气的。可是不把他带回家，那要带去哪？难道我们家？当然也不行啊！万一被爸爸看到，他一定会更愧疚。我们家也不行，他们家也不行，那怎么办？我知道要去哪里了，哥，你先帮我把它背起来。喂，郑倩，我们找到英杰哥了。对，可是他喝醉了，你赶快先订一间房间。嗯，我们马上过去。好，可以的。他是酒桶啊，喝那么多酒。
没想到这么成熟稳重的郑英杰也会喝成这样。妹，看样子英杰真的很重视你哦。我从小到大从来没看我哥那么脆弱的样子，只不过喜欢夏曼安而已啊。我爸干嘛把事情搞成这样啊？害哥这么难过，连妈也很伤心。真搞不懂我爸到底在想什么。不要怪郑伯伯，其实就像我爸说的，当父亲的人，你的决定都是为了保护孩子。虽然这个事情啊弄得是有点僵，不过再怎么说英杰也是郑伯伯的儿子，我想郑伯伯再怎么生气应该还是很爱他，应该过阵子就没事了。真的是这样子吗？当然啊，你不爱孩子的爸妈吗？你好吧，也只能希望这样了，不然我觉得我哥真的太可怜了。哎，郑初宪，既然你哥今天晚上不回去，那你放聪明一点帮他 cover 一下，免得你爸更生气。这要怎么 cover 啊？我哥整晚上没回家，我爸一定会发现的啊。你就说英杰哥工作太多，在公司睡就好啦。不行啦，这个谎太容易被拆穿了。有萱萱帮忙就不会。嗯，那你要记得跟萱萱套好说辞哦。嗯，我会的。哎，朱仙今天晚上回去，那谁来照顾郑英杰啊？那不然就我吧。你们两个都女孩子，留在这里不方便，而且对爸妈也不好交代啊。嗯，曼武说的对，那这边就交给曼武好了。曼，你明天找完萱萱之后，如果英杰还没醒来，你再回来跟曼武换班。啊，对了，姐，那你回家就跟爸妈说我去找信。嗯。那我们走吧。放心啦，我会照顾他的。嗯，走吧走吧，没事没事。好了，别看了，多照顾他好吗？来，钥匙拿着，赶回家，乖。姐啊。哥会照顾他的。啊，快回家，快回家，拜拜。哎，没想到这个年代还有人谈恋爱谈那么辛苦。还好我跟西路没这个问题，我们只有甜，没有苦。喂，心如，哼，你有没有想我？我当然会想你，我超想你的，好不好？啊，哎，对了，我要给你串一下供。不是我做错事了，是曼安跟英杰的事啊。昨天真的没有回房间睡啊？哥呢？为什么还不下来？他昨天晚上工作到很晚，所以睡在公司了。是吗？
虽然年纪轻，如果常熬夜也是不好的。嗯。不会是要打给哥吧？他手机在我这哎，万一响了，那不就……喂，萱萱。萱萱姐，夏曼安去找他串供了没啊？哦，没什么，只是问你一下英杰的状况。这样啊，知道了，谢谢你，再见。那个萱萱姐她说什么？说你哥还在休息呢。你问这么多干什么？不是要去上班吗？哦，对啊，我要去上班。我只是想说，翠姨现在不在了，你要记得帮妈买早餐哦。不用你操心。那我去上班了。嗯，爸再见。妈再见。这波完全没有起那就好，谢谢你。所以英杰今天会来上班吗？我也不知道哎，英杰哥昨天真的喝得很醉。下午爹被强制退休的事，我想英杰心里一定很愧疚。是啊。对了，我待会要去找英杰哥，你要一起去吗？不用了，我现在只想好好当英杰的秘书，而且如果郑波波突然打电话到公司或直接到公司找人，有我在也比较好掩饰啊。说的也是。好了，你快去吧，我也要忙了，英杰不在，有好多事情要重新安排。好，那你忙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喂 ，Look， 麻烦你帮我通知各部门主管，上午例会取消。对，总经理临时有事外出，有什么情况下午再说。喂，设计部吗？心如，你口臭啊！珍姐，英姐，哎呀，我在干嘛？所以跟猪一样，他去哪都不知道。英姐，珍姐，珍姐。你在这啊？我怎么不见了？吓死我了！你的鞋。哎，你看看啦，被你吓成这样，我连鞋都穿错了。你一走，这样哪受得了？其实不瞒你说，我刚起来的时候也是吓一跳。喝醉酒，居然跟男人来开房间。不错嘛，你还会开玩笑，表示啊，你心情好一点。
好的开始。我没有在开玩笑，我说的只是事实。难怪我们两个小时候啊，讲话的频率就是对不上。哎，啊，对了，那个书法我们已经串好了，就说你是在办公室加班加了一整晚，所以才没回家。什么？昨天呢，我们在游艇上找到你，你醉成那样，我们怎么把你送回家？所以。就把你丢在这边了，你到时候别自己自爆。谢谢。谢什么啊？我们认识那么久啊。好了，我要去刷牙洗脸了，啊。刷牙洗脸。你心情有好一点吗？没关系，慢慢来。如果今天想休息一天，也可以哦。萱萱有说了，他会帮你 cover。萱萱。不用勉强自己，也不要自己一个人多缠难过，我们都会陪你，支持你的。就像这边的咖啡一样，总是会给你温暖。能拥有这样简单，不必拼尽全力，而得到了温暖跟爱，真好。大家都很爱你的，尤其是英谦，你都不知道他有多担心你。他打来说你不见的时候，急得都快哭了。你今天就不要想那些烦心的事了，吃完早餐后就去散散心，让自己放松沉淀一下。你等下有事吗？没有，我因为很担心你，所以跟公司请假。陪我去一个地方。我们的促销活动告一个段落，经过结算，今年比去年的业绩，我们提升了13%。谢谢各位，在我出国出差的时候没有偷懒，让我这个新上任店经理可以得到总公司的称赞。所以我决定，除了各位的特别奖金之外，晚上我请各位吃饭。谢谢，谢谢你，辛苦大家了，散会。
一直说曼丽怪里怪气，是因为她说出话惹她不开心。这一次又是怎么了？难道又是丽琪说错话？夏曼丽，干嘛？我知道女人谈恋爱就会变得比较敏感，很享受那种被捧在手掌心上被哄的感觉，但我觉得你真的有点 over 哦。什么 over？ 曼丽，你这样已经在拿翘了，你知道吗？一个男人就算再疼你再爱你，久了也会吓跑，会烦的。嗯？还装傻？刚在开会的时候，丽琪讲话你都没有在听，之前又怪里怪气的，然后现在一直滑手机，在那边皱眉头。对啊，你一定有跟丽琪闹别扭，对不对？不是啦，我才没有跟丽琪闹别扭，是我妹啊。你妹怎么啦？我妹正在谈一场苦恋，那个剧情就好像罗密欧跟朱丽叶啊。哇，好浪漫哦。浪漫什么啊？罗密欧跟朱丽叶是悲剧，你懂不懂？那你等一下我们一起去聚餐吧。什么聚餐？啊，就说你根本没有在听吧。刚丽琪开会的时候有说，因为我们业绩有达成，所以她要请我们大家吃饭聚餐。对不起哦，我今天没有办法跟你们大家去聚餐，因为我下班之后马上就要回家。曼丽啊，今天下班就急着回家，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啊？你说说看，看我能不能帮你。有事就说，别憋在心里。说啊，有事就说，干嘛一个人吞？可是不要可是了，你说。夏曼丽，哎，我们是好姐妹，然后丽琪又是你男朋友，有什么话不可以在我们面前讲？对啊，有什么事情我们一定帮你。嗯，这件事不太好说。什么不好说？对呀，你快说啦！真的要说，如果我要跟你们借钱呢？你这是什么神展开？干嘛突然要借钱？对啊，曼丽，你家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我想说，是不是你把他带回家了？你哥带妈一起走的，去哪没问。那我要怎么还手机给他？不就是手机，有什么好急的你？东哥压力啦，客户打来就算了，最怕的是我爸，是我爸，怎么办？我要不要接啊？还是你帮我接？你傻了你，我接。家穿帮怎么办、啊？那怎么办啊？你爸打来，你还是自己接吧。我接。接啊！我曾一谦，你勇敢，你敢挂你爸电话？我挂掉了。对，你挂掉了。我看你爸等下打来哦，怎么解释？喂喂，你干嘛关机啊？不然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啊。哎呀，反正我赶快把手机还给我哥就好了。那就这样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哇，哎，你不关门？
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这里吗？不知道。这是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地方。我可以努力的表现，去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地方。我第一次来的时候，英谦刚出生，爸爸妈妈忙不过来，就把我带在身边。爸帮我准备了一张桌子、椅子、一张纸、一支笔。他怕我无聊，让我在那画画。但是我完全都没有在画画。我观察我爸每一个表情，跟船长员工认真的讨论制造船的过程，巨细靡遗的每一个动作，我到现在都还记在脑子里。这个造船厂是我爸他从无到有跟这些老员工们一手打造出来的，这是他的梦想。他把工厂交给我以后，我努力的做每一件事，为的就是要实现这个梦想。千万不要在我手上把它毁掉。是为了郑伯伯吗？为的是一个梦想。难道这跟你之前说的爱情跟亲情之间做选择有关系？哎，我之前没有选择你，你会恨我。当我知道你也喜欢我这么久之后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不会恨你的。为什么我这么说，你反而更难过了？英杰哥，你到底在不安什么？你跟我说好不好？不管是多可怕的真相，或是多困难的事情，你跟我说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就算我没有办法解决，我也一定会陪在你身边，跟你一起面对。不管发生什么，我绝对不会背弃你，我发誓。有时晴朗，有时无常，一辈子的天空，我们一起每分每秒穿越同个时空，缓下步伐，再不莽撞，闷着头往前冲，用尽我所能珍惜你而从容。我不在乎活得平凡辛苦，日子渺小重复，儿时做的梦褪色荒芜。我不孤独，再有你的旅途，我就心无旁骛，陪你看日出，在暮色中。
辛苦，日子渺小重复，每一个日出都有感触，都是幸福，我愿糊涂背着爱。那一年我13岁，我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出生证明。在那之前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自己的身份。我爸叫郑永达，我妈是梁晴珍，我们一起共同生活了13年。但是父亲那边的名字是空白的，而母亲的栏位上面写的是王玉娟。出生年月日上面写的不是郑英谦的，跟我的是一模一样，我怎么可能相信？我完全不相信。后来我去验了 DNA， DNA 的结果证实了那张证明是真的。我不是郑永达跟梁行珍的儿子，那我是谁？我真的名字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一直认为的理所当然，在一夕间崩塌。你知道那恐惧有多可怕？我吓死了。没有血缘的关系，我没有办法像郑英谦一样那么的潇洒，那么的自在。因为英谦是郑家的小孩，而我是假的。小雨，你才这么听郑波波的。我听爸的话，不是想要拥有现在的职位，不是想要拥有现在的生活，就像我现在已经32岁，我还是跟那个13岁的小孩一样，看到了那个出生证明，一样会拥有，一样会想要有那样的渴望。希望跟大家都一样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爸爸。属于自己的妈妈，我想这样的要求，在任何一个小孩子来说，一点都不过分嘛。
那安的事你就先别担心了，就多支持他吧。我知道，我会的。等一下，我先送你回家，然后再去跟他们会合。没关系啦，我自己回去就好。你赶快跟他们去吃饭，你这样两边跑太麻烦了。不会麻烦啊，你怎么会剥夺我的权利呢？什么权利？送女朋友回家，本来就是男朋友的专属权利啊。你没有说不的听见。啊，这个哇，太闪了，我都有点看不到路，快瞎了我。还好还好，我有自备道具啊。你太厉害了吧，有我的吗？当然，我们是好姐妹耶。来，赶快戴上。哇，真的要戴上，必须。哦，好多了。你们很烦哎，还自备道具啊？谁叫有人公然爆闪呢？既然你们俩都自备道具了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闪得彻底一点？哎，这里公司哎，你们不怕被同事看到吗？当然不怕啊！我现在就是要大家知道，力气是我的。哦，所以你们打算公开啊？太好了，本来就应该这样嘛，免得公司一堆痴男怨女对立起一天到晚，虎视眈眈的。有痴男怨女？嗯，你们家立起很抢手的，很抢手，傻傻的。好，灼伤我的眼了，好甜，怎么那么甜？下班了，我哥还是没回来哦。你半个小时前就已经来问过了，你那么急着找他要做什么？我还他手机啊。你拿回家，说不定他晚一点就直接回家了。可是这样子会不会遇到我爸？好吧，那我再找时间还给他好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嗯，拜拜。没有啦，我之前就只觉得你是一个很温驯、很美丽的秘书，而且也是一个很完美的大嫂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你还是很美啊，只不过没想到你也是有脾气的。特别是你来我家爆料那一天，简直像是一个深水炸弹，超震撼的。所以你没看到我现在就在收拾善后了吗？我不知道我哥有没有跟你道过歉，不过对于这整件事，我也很抱歉，对不起。你别这么说，不关你的事啊。怎么会不关我的事？我跟我哥是兄弟，也有连带道义责任啊。而且我也蛮希望我哥他去追求自己的感情。所以如果你生气想要揍人的话，你可以揍我没关系，你想揍几拳都可以。你还真的打哦？你自己叫我打的啊。我这只是客套而已啦，哪有会真的打的啦，心打得很痛哎。没办法，谁叫我是深水炸弹啊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哥跟夏曼安真的在一起的话，那你当秘书会不会？我会离职。也不用到离职这么严重啦，我们公司还有很多职缺啊，你可以不用看到我哥还有夏曼安的。我离职不是为了这个，而且我跟曼安还是很好的朋友啊。那不然是为什么？我已经重新规划了人生的蓝图，该转个方向了。哦。那我先预祝你一帆风顺哦。谢谢你，我现在真的很需要祝福。你一定可以的，要不然你也可以去当个拳击选手啊，一定可以马上拿冠军腰带。郑英谦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
好啦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我想尽我所有的努力，给你想要的一切，也是我爱你的表现。我们私奔吧。别牵挂，别让泪落下，就替我爱着他。我可以假装自己其实很大方，成全自己最深爱的人不害怕，只是受了一点伤，流点泪才会长大。你的眼泪留给我收藏，那些心碎别白白浪费，照顾他，你能给他我给不了他的翅膀，今后的幸福就是属于你们俩。别牵挂，别让泪落下，就替我爱着他。我可以假装自己其实很大方，成全自己最深爱的人不害怕，只是受了一点伤，流点泪才会长大。